观众朋友，中秋节啊刚刚过去，俗话说得好，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接着我们到中国的兰州去看一下那儿的巨型月亮。9月16号晚，中秋前夕，一个直径达到15米，相当于一个5层楼建筑的高度的人造巨型月亮亮相在兰州东方红广场。据活动商家介绍，中秋节期间通体发光的巨型月亮将与悬于天际的月亮一起持续点亮兰州的夜空，呈现罕见的双月奇观。